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在全球呢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势均力敌的能够争夺海洋制海权的作战对手了，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航空母舰的作战的理念和作战的这种编队的规模和形式都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它出于对全球重要战略水道的控制，美国海军的战略依然是需要大型航空母舰作为自己的主战平台的，作战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它已经由保障海上供应线和交通线的安全呢，转到了舰载火力可以覆盖到陆上目标这样一个作战方式，由海向陆的概念呢，由此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一些。战后，美国一共发展了三型常规动力、三型核动力航空母舰，到今天依然是全世界航母数量最多、吨位最大、舰载机水平最高、实战经验最为丰富的海军强国。当然，这些航空母舰呢，也无一例外地参加了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局部战争。作战目标呢，也无一例外的都是以陆上目标为主。我们也发现呢，今天的美国海军超级航母虽然强大，但是它的每次使用基本上都是在己方掌握绝对制空制海权的情况下是进行使用的。航空母舰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发挥的是一个海上机场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战役中心的作用。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和观察美国航母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目前美国海军主要有两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第一是尼米兹级，第二是福特级。这两艘航空母舰呢，无一例外都是排水量在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的超级航母，综合作战能力在世界海军当中目前是稳居翘楚的。美军之所以如此重视超级航空母舰的发展，最重要的呢，还是美国海军军事战略以全球海洋争霸为主要目标的，它离不开超级航母的全球海上利益争夺作战。核动力和大型就成为美国海军发展航空母舰的一个标配，是它的显著特征。对于长时间前沿部署的美国航母战斗群来说，核动力能够为它提供最大燃油效率，降低维护保养压力，使它的航母战斗群呢具有高度的战略投送能力和战术机动能力。但是核动力这玩意儿也贵，成本非常高，这也让美国海军就一度打了退堂鼓。比如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的弗莱斯特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建成，美国海军当时面临与苏联海军新型核动力潜艇的这样一个威胁争夺，反潜呢就成为大型航母的主要作战任务之一了，对航母战斗群的航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核动力跑得快啊，核动力航空母舰要必须要赶得上，或者说必须要能够甩得开核动力潜艇的攻击。美国海军当时给的解决方案就是建一个全核动力的航母战斗群，航母战斗群它就要包括核动力的航母、核动力的巡洋舰、核动力的驱逐舰，加上核动力的潜艇。在1964年，首艘的美国打造的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下水了，很快它就和长滩号核动力巡洋舰、班布里奇号核动力驱逐舰组成了全世界首个全核动力舰队，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环球航行，总航程据说达到3万多海里。在64天的不停的航行当中，这三艘军舰居然没有一次燃料补给，显示了核动力确实强大的一个续航能力。作为美国海军第一艘的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它有很强的一个实验性质，它当时用的是8台 A2W 核反应堆加上4台燃气轮机之后放到这个航空母舰上，从而实现航母36节的高航速。这里需要再多说两句，美国海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航空母舰公布的航速35、36、37，有观点认为这是虚假的诱导性的数据，就是让其他国家在制定发展自己航母的路线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追赶美国航母的实际技术水平。当然这个跑得快的背后呢，造价相当贵的，它的造价是常规动力新座号航母的2倍以上。70年代美国海军核动力技术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两座核反应堆 A4W 的两座核反应堆就能达到原来8台核反应堆的这种功效，这一下子就为它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发展新一代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提供了一种可能。现在基本上在美国海军的这种全寿命系统之内，中间美国海军是不需要更换航空母舰的这个燃料堆芯的，直接可以用到航空母舰退役，这一下对它的使用效率就有很大的提高。它在这个动力争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考虑的因素在哪里？考虑的因素并不是军舰到底是怎样一个军事需求，而是一个研发使用成本，说到底还是个钱的问题，打仗永远是钱的事儿。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呢，美军也在思考
未来航母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不是还需要造如此昂贵的海上的巨无霸？因为毕竟没有海上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手了。那么美国海军能不能把大型的航空母舰改成中型甚至是轻型航空母舰进行替代呢？经过美国海军专家的计算呢，他发现大型航母的作战效能基本上是中型航母的两倍以上，是轻型航母的6到8倍以上。此外，中小型航空母舰在航行过程当中更容易受到风浪影响，6级以上海况飞机的起降就要受到影响，那么它的安全性呢也偏弱，可能1枚到2枚鱼雷就能让它葬身海底。所以有人说，要造航空母舰就尽量造大的，能大无小，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大型航空母舰的优势明显，但需要建造和运营的费用就高得多，而为了停泊这样动不动舰长在300米以上的大型舰艇呢，还需要建设更多的专门的军用码头和船坞。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型航母能造但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大型航空母舰不是一般国家所能够承受的。随着美军制导武器日益精进普及，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攻击效率也大幅度增加。有数据显示，在1989年沙漠风暴行动之前呢，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搭载的 A4 攻击机一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瞄准点。舰载机连队全天高强度起降，一天只能攻击162个瞄准点，162目标。但是10年之后，到了伊拉克战争期间，这个攻击数据就一下上升到683个瞄准点。再过10年，到2010年的时候，每个航空母舰舰载机连队攻击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200个瞄准点。也就是说，一艘超级航母的一个舰载机连队一次出动，可以一天就可以对一个中小型国家的它的防空体系，它的整个的防御体系实施一个全面的破坏和打击。不只是大一号的军舰，造航空母舰的难度并不亚于航空航天。人口1亿以上且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够勉强拥有造航母的资格。以全球海洋争霸为主要目标的，它离不开超级航母的全球海上利益争夺作战。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舰运即国运。与美国争夺制海权的海军战略不太一样，苏联呢是一个陆权国家，它在海上争夺制权动力不足的。在冷战时期，苏联海军它确定的任务就是在近海地区抗击北约海上力量，而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要建设一支决战型的舰队型的海军呢难度非常之大。第一，虽然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个海岸线，但是它超过2/3的这样海岸线呢，是位于北极圈以内的，冰冻期长，1年10个月。因此，苏联在太平洋和北冰洋是缺少优良不动港的这种条件，海军没法用。第二呢，波罗的海和黑海虽然没有分冻期，但是呢，它的海岸线长度有限，同样难以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海上活动。第三，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两个对于苏联具有更重要的政治安全意义的海域，它的出海通道狭窄，都是要经由距离苏联本土比较遥远的诸多的一个海峡才能够与大洋相连。而这些水道呢，是东欧和中亚内陆地区高加索地区出地中海的主要海上通道，它的沿岸地区的历史的错综复杂，民族宗教的错综复杂，基本上限定了这条水道的进一步发挥它自己的战略功能。这就导致苏联你要发展自己的海权，建设自己的海军，所有建设的力量都被迫要分散部署，对后勤保障和联合作战这个难度就会进一步的提高，加大了它的海上安全压力。一旦开战，苏联海军的各个舰队都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联合作战的态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呢，苏联就以核动力潜艇作为自己的突破口，它就有效提高了在有限装备之下武器的现代化水平和战略打击能力。但是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了，这让苏联意识到不行呀，光发展潜艇没用，在远洋和美国海军抗衡缺少手段，缺少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形成和美国的一个抗衡态势。于是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发展远洋作战舰艇。苏联的国力在勃罗日涅夫时期还是有所恢复的，那么随着国力的恢复呢，海军的建设的预算也相应得到提高，开始建设他当时所谓的均衡化的远洋海军。到1966年的时候，苏联海军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规模，比如说21艘巡洋舰、120艘驱逐舰和护卫舰、30艘核潜艇、340艘常规潜艇和900艘小型舰艇。当然，这个舰队的体量和规模呢，与美国海军相比的50艘航空母舰、69艘巡洋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个发展的态势和规模、发展的趋势呢，已经显现出
它脱离了近岸防御的思维，开始走向攻击式上的大洋海军战略。它强调单个水上作战平台自己具备独立的作战能力。当时的海军司令戈尔科夫海军元帅就讲，应当提高水面舰艇的单舰持续作战能力。所以他造的舰艇有个大的特点，就是上层建筑规模非常大，各种电子设备、各种雷达、各种这个天线布满整个上层设备。但是它的单舰作战平台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既有对远洋舰艇的攻击能力，也有反舰和反潜的综合作战能力，还具备一定强大的一个防空能力。特别是加上舰载机之后呢，它的载机巡洋舰这个概念就出现了，就是这种战略和技术双重作用之下的一个产物。载机巡洋舰出现以后呢，它上面搭载的雅克38战斗机对北约潜艇的威胁就更大。这种饱和攻击就是由空中、水面、水下多种作战平台实施一次性的齐射，以高密度、多波次的密集攻击打垮北约海军的防御体系。最终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面对美国海军第六舰队集中在地中海的三艘航母和两栖攻击舰在内的60艘舰艇面前，双方就亮了一下肌肉。苏联海军地中海分舰队迅速击毙了包括19艘导弹舰在内的96艘舰艇，迫使美国海军最终退避三舍。这个结果呀，令苏联海军是扬眉吐气，一举学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所受的耻辱。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就自豪地说，苏联已经拥有能够在海洋上进行长期作战的一切手段。1985年，苏联海军的远航次数已经比上个世纪60年的末期猛增了20多倍，水面舰艇的出航次数呢也增加了9倍，海军航空兵的出动量达到了4500架次。他常年在公海上执行战斗执行任务呢，他的潜艇数量也保持在160艘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载机巡洋舰的规模就必须要有所拓展，必须要向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的这种模式发展。到苏联解体之前，实际上苏联的船舶工业部门一共研制了2艘莫斯科级的航空母舰，当然呢它又叫反潜巡洋舰，就是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4艘基辅级航空母舰，就是基辅号、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和巴库号，2艘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它的甲板长是304米，宽74米。这条舰呢，1983年开工，它曾经使用过里加号、勃列日涅夫号、迪比利斯号不同的名称，到1991年服役的时候，正式确定为库兹涅佐夫号，编号是063。但是这条舰自服役以来，不是在船厂进行大修，就是在准备维修的路上，或者是阻拦索老化断裂，或者是造成其他伤亡事故，再者就是惊人的滚滚浓烟被西方媒体拍到以后，戏称为不用雷达就能探测到的航空母舰。确确实实因为国力的限制呀，没有力量养护，舰上的蒸汽管到处破裂，70%以上的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故障。现在搭载的24架苏-33战斗机里面只有7架处于一个可工作状态。俄罗斯海军曾经在1995年骄傲地宣称，我的库兹涅佐夫航母编队将要远航地中海，但是一直到2016年，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远航作战。库兹涅佐夫作为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舰运即国运。从这个角度说，这条舰呢，只是有了一个航空母舰的名分而已，距离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国利器差得太远了。